今天就直接来抽奖，新的大奖。那大家也可以不用这么急啊，这一定有大奖加倍。什么敲完？刚才去洗澡哈。哇，新的抽卡机好美哦，天使与恶魔是不是？这就是我心中的样子哎，要敲不敲，要敲不敲。啊，不，什么什么，就是心中你通常都会有一些声音在打架，就是这个抽卡机，难怪这个版本叫什么神魔审判是吧？哦，虽然那个美术图就做成这样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一神一魔，对对对对，心中的天使跟恶魔在打架的那种感觉，哇，都是小奖哎，哭啊！哎，有一张，哎，都是小奖吗？哎，我把小奖抽起了，你怎么抽到大奖？连二奖的影子都没有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他是不是要搞我啊？哎，那个奇怪了，坤，他是大奖有特效吗？是吗？哎，开始有，应该有二奖了，应该有两张 new。又是小奖，哭啊！小奖有几张？我记得总共是八张而已，所以我刚才抽了五张小奖吗？啊、哦，总算来一个二奖啊！哎，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它的卡片面不一样嘞、欸，它卡片变成有那种渐层色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，超美哦！这是二奖才有的独特特效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小奖是没有的，二奖是开始有这种东西了。我们看这。等一下我们去看之前的会有吗？之前的二奖会有卡背变色吗？看那个光，那个哪个光啊？我看不懂。哦，又有了。哎，抽起了，抽起三大奖了，二奖都有这个蛮好开的卡背。哎，我是不是抽超过了、啊？我好像保底了，还是我是不是抽超过？哎呦，二奖复制人，好、哦、还可以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还没保底哎、欸，因为我已经抽齐了，让我抽个毛啊！好，还是把它抽完好了，例行工作。哎、欸，我抽齐哎、欸，哦哦，这个算是有吗？这算是有大奖吗？它有发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二奖啊！这等下今天有大奖加倍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是1%是45%，为什么啊？哦，我懂了，有那个，咻，你知道发光的时候，挥剑的时候发光，应该就有，你看像这都普通的吗？呜呜呜呜，就这样就没有。啊、哦，所以可以单抽好像可以看到那个特效，可是十连抽就不行。说好的非洲红嘞，我不知道，我可能合作比较非洲，自家就还好啊。这样这个应该就是魔啊，他好用心哦。然后他的那个武器发光就会是大奖这样子啊，就看你是哪一个角色在挥。那这一次的大奖有一个魔两个神呐、啊，所以发光的神可能就二奖选一个，可是发光的魔就一定是1%大奖这样。声音跟画面有点不同步，有吗？喂，还好吗？好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1%大奖的那个特效了。这应该就是魔挥下去之前就发光吧？应该哦，是斧头。哦，是这样，有没有帅哦？哎，所以是这样啊，了解。所以这次的大奖特效就是那个上面的剑在发光这样。哎，大奖还是跟二奖一样的卡背特效。这是新增的，蛮帅的。来看一下这抽卡结果，我大奖跟二奖都有副巨人呢、欸。直接看这个哈，我这个大奖1%大奖有两张，然后哇二奖这个叫什么伊斯塔两张，然后哎、欸、不是你，然后哎、欸、我二奖全部都两张哎、欸，我天哪、啊、我太 over 吧，好、啊、是这样。